阿鳳姐咧，平生佢哋平咗好耐啦，都快過。使唔使俾個？使唔使俾個？俾個。收到。好。啊，你有冇真係fit落去嘅咧？收盤。好，收腳。我覺得你個好笑。屁股。啊。真的。因為現在大S可能。 的感情上面还算空白哦，希望我帮忙留意一下。我当然会留意，因为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我一定要留意看看有没有哪一个男的是这么有福气的。因为大S的个性呢，很善良又温柔又体贴，又会照顾人。不晓得哪一个男的有这个福气，可以让他照顾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留意留意。 整个皇帝咧，下江南如咗啊，龙凤年嘅李凤姐咁，啊，我系我制作人小松老师嗰度听到呢首歌，哇，好好听啊，大事情，马事外啊，呢啲说话，系啊，咁好啦，今日小弟哥，这一类的，系啊，哦，导演同我讲完段话之后，我又非常景仰嘅，边套戏入边男女爱情嘅个精神，就先有条件。 不会，如果是真的要选一个对象的话，就希望他能够身心都很健康，有一个很开朗的心跟健康的身体就行了。帅气就不要了。帅，我喜欢一个人，他自然在你眼中就帅了。好，预备，准备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幕，祝龙凤年快乐，国统。 我们的长辈朋友拍一张合照啊！跟左边的朋友，我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我绝对不会打女人的。但是我尽量不要让女人打。可能在戏剧里面的表现呢，虽然说大S在里面常常拿那个藤条打我，可是那种打不是那种痛恨啊，或者是讨厌啊，而是充满爱意的那种另外一种表现呢。所以导演在安排。 戏剧的铺排的剧情发展中呢，这个藤条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道具。打紧你样子喎，就配合翻下我哋套戏啦。好，王姐。